试一下，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。哎，华华，你来，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，差一点点也都不错。哎，华华懂，慢的慢的，慢的，来，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，国瓜，国家，哎，对，国家。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。OK 啊，给你90分啊，不错啊，因为我华华是啊，他爸爸是香港人。跟我一样都是香港人的，我跟他爸爸的年纪差不多，唔係啊，差好多歲 啊！真的吗？啊，佢69年。哦，对，我就是反正就是他叫我都是叫我叔叔，那 是叔哎哎，你不是叔叔啊，係 啊，叔叔叔，叔。但是好像之前听注音叔怎么念？主要还叔叔。叔叔啊，对，但是平常会念叔叔叔。叔啊。但是不是乖叔叔哦，好，祝你们都轻松自在，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。哎，多一个啊，入神入色紧紧急制，有十面色，又唔敢急制。揿，揿。系入神入色紧紧急制。哦，入十面色，敢唔敢急制？还好，给你89分，可以再好一点，入入神实验室，揿咁紧急，紧急。紧急，紧诶，急，紧急系制，对，紧就是 gn，诶，没有，紧紧 怎么拼？注音怎么拼？紧，对不对？，gn，紧，然后就那个邮差叔叔送信迅速，迅速送出，快快，邮差叔叔送信迅速，迅速送出，哦，接近100分，哎，怎么念？100分，一百，哎，念多少？100分。100分，哎，好了，他这个好像他比我厉害哦，对不对？啊，祝你们轻松快乐，因为今天是星期五，哎，星期五对吗？星期五，星期五就 Happy Friday，所以我的员工要开开心心聊聊天，然后工作都要做一点点，然后就哎，明天不用上班，后天不用上班，你看他多开心。好了，拜拜喽。